表明着一个城市传递的即将开始。今天起跑仪式获得的头衔也很多，比如说三八红旗手、全国十佳运动员、钱红等，一起书写了中国游泳的历史。这个我感性优秀，但是在退役以后呢，他在其他的领域里面也做得非常的优秀。传送的这个火炬手呢还有沈福林，这也是大家非常非常，这已经是第四棒火炬手。